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602面，602面第一行。从第二句看起，一表十波罗蜜，能摧十种烦恼，成十种真如，辨真实体。这一句里面内容非常之多，有十波罗蜜，有十种烦恼，有十种真如，有实体。这个都是金刚术所表法的啊，密宗常用啊，在一切法师当中呢都不离开金刚术，一定要懂得金刚术它代表的真实意义，它就会起作用。如果不了解它的真实意，只有形象，这就变成迷信了。这是学佛不能够不知道的。佛法里面我们一般所谓道具，道具都是表法，代表一个道理，代表一桩事实真相。你了解之后，你就在这个里面得真实受用。那么这都是学佛必须修的功课。它几乎全部都代表了。所以密宗金刚术用的非常普遍，我们就明白了。十度必须要修的。通常大乘法里面只讲六度，六度就是这个十条里面前面的六条。华严经讲十，华严用十代表圆满，所以样样都讲十，十不是数目字。是代表大圆满的，是这个意思。那么六度后面又加上了四个，这就变成十个了，这是方便愿力智，加上四个我们都会学到。那么这四个都是般若智慧的起作用。通常讲六度呢，般若有体有相有用全包括在里头了。那么讲十波罗蜜呢，就是把般若波罗蜜再把它分开，般若单讲体，后面四个是它起用，在日常生活当中智慧要怎样去运用，说了四条，说得很详细。所以这才是圆满的教学。十度每一度都有三种，我们学到第三忍辱波罗蜜。前面第一个布施就是教我们放下。放下什么呢？总的来说，放下欲望，放下我见，放下欲望是第一步。人放下欲望，头脑就清醒了，就能够觉悟过来。
欲望放不下了，就是迷惑颠倒啊，他在迷的状态。所以头一个要你觉悟啊，真正觉悟之后呢，要把身见放下啊。佛告诉我们，身不是我啊，身是什么？身是我所有的，就像衣服一样，衣服不是我，是我所有的，因为我不生不灭，我是永恒的。这个身体有生灭，所以它不是真的啊。所以确实有一些哲学家，西方哲学家，他们很聪明，他们知道身不是我。那什么是我呢？他们认为能够思维的，能够想象的，这是我啊。我思故我在呀！这个物质的身体不会思维，能够思维的我啊，寄托在这个肉体上。好像我们这个衣服不会思维，我们头脑会思维，可是衣服穿在我们身上。千万不要产生误会，把衣服当作我。那就迷了，这个放下物欲啊，就这个意思，让你清醒过来，清醒过来，告诉你身体不是我，佛法的难就难在这个地方，你只要执着这个身是我，这个大乘经教你决定不能起入，你有障碍。这个障碍就是我执，无我，你就能领悟啊，你能够体会呀。所以《金刚经》上，你看前半部，佛教给我们破四相：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。众生是空间，寿者是时间，时空都不存在，都是假的。这些事情现代科学家知道了，也证实了。那么佛说这个话，3000年前说的，近代的30年，量子力学家才发现，才证实，佛说的不是假的。这些东西认识了，那你智慧就生起来了，不会生烦恼。你生智慧不生烦恼，智慧能解决一切问题，烦恼不行。烦恼是属于知识，知识是有局限性的，而且有后遗症。智慧没有。所以佛法求智慧的。智慧在哪里？智慧是我们自己本来有的。你看，只要把自己真正的做自己，禅宗里面常说“父母未生前，本来面目”。只要把本来面目找回来，什么问题都解决了。大乘教里面称为明心见性。把真心、把本性找回来。佛法里面讲真心，我们中国老祖宗讲本性，本心本善，这一句话以后编在《三字经》里头，教小朋友，头一句。人之初性本善，那个本善就是大乘佛法里面讲的真心，是一个意思。本善那就是你本来是圣人，
啊，大圣大贤的，你本来是啊。啊，那真心呢？真心叫佛啊。所以佛教人头一句话，就是叫你，你要承认，你要肯定，本来是佛。这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你要承认了。啊，那换一句话说，佛本性啊，本善，那是真我。那现在真我迷了。弥勒出现一个假我啊，一般人认为我们能够思想思维的只是我，这还是假的，不是真的啊。这个东西方都说它做灵魂啊，它灵不灵？它不灵。它要灵，它能做糊涂事吗？它要灵，它会到六道里去做诸生，去变恶鬼、变地狱吗？不可能的，这不能啊，所以实际上他是迷而不觉啊，他真的他是不生不灭的，他就是糊涂了，迷了。如果他觉悟呢，觉悟在佛法就不叫他做灵魂了，叫他做灵性。灵性跟灵魂是一桩事情，一个是觉悟的状态，一个是迷惑的状态啊，这是真正的自己。认灵魂做自己，比认肉体做自己那高明多了啊！肉体的局限太小了，灵魂局限在六道，他出不了六道。如果灵性呢，灵性拘束就没有了，没有拘束了，那他的活动空间是变化皆虚空间啊，那就太大太大了，这真正自己啊！啊，中国传统的学术、大乘佛法没有别的，把自己找回来啊！这是他教学真正的目的啊！那对于我们现前的生活、工作啊，对于这个世界。啊，我们的族群，我们的国家，我们这个地球，好处太多了。这个好处都是副作用，都真心的副作用。啊，那它正规作用，它不断向上提升。啊，境界向上提升了。那么这三种，这十种啊，等于说十个科目。都要认真去学习啊！头一个学布施啊，布施放下。为什么放下？它是障碍。你要不放下它，啊，你就永远不会觉悟啊！必须要把这个放下啊！但是他放下的时候，他有个果报非常殊胜，就是财布施啊！你能把财放下？放下之后会变成什么样的？财越来越多啊！多了怎么办？多了更是，决定不要留。你守住这个原则啊，你就多做好事。你现在能布施，你布施了50年、60年，到那个时候的财富，你能够帮助全世界。为什么？太多了，越施越多啊，越多越施。到以后你能够救国家，能够救全世界要明白这个道理啊！发布施得聪明智慧，无一布施得健康长寿啊！你能学这三样，你会得到的果报就是财富、聪明智慧、健康长寿，大家都要啊，没有一个人不要啊！啊，我们在外国，不同宗教、不同族群，问他这三样的要不要，都要，没有一样不要。
那真能要得到吗？真能，这一点不假。啊，佛告诉你，你依照这个方法去修，你就能得到。啊，现前世间大富大贵之人，他的富贵从哪来的？过去生中修的，这一生得的果报啊。啊，前几年我到北京去访问的时候，黄念祖老居士的学生来看我，告诉我一句话，他说老师在世的时候曾经提到净空法师，他说净空法师如果要不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来世的福报是不得了不得了。为什么？我修一辈子布施啊，啊，我就是财发无畏三种布施，啊，全心全力才做，那来世的福报当然大，我自己很知道清楚，啊，但是我不愿意想这个福报，一想福就糊涂了，就迷惑颠倒了，还是到极乐世界去做佛重要。啊，那这三种布施是张家大师教给我的，啊，我就干了60年，真有效果。啊，确实不可思议，证明了老师教的没错，佛在经上讲的不错，只要你真干，你就有收获。啊，所以这是要叫你放下，不是叫你哦要一本万利呀、啊，你这个越施越多，是不是？不是这个意思，叫你放下。啊，来的再多，要施的再多，这就对了，决定不要去贪念。啊，不要把它留住，啊，所以财务叫通货。你看我中国老祖宗有智慧啊，通了流通啊，像水一样，这里去了那就进来了。你把它堵死了，你的财富到此为止，后头就没有了。你要让它越来越多，啊，去得多，来得多，肯定。啊，第二个呢是持戒。啊，持戒是守规矩，这里面最重要的心。啊，成就自己的德行，一定遵守祖宗圣贤人的教诲。啊，特别是在大乘。啊，大乘的成就是戒定慧，啊，戒是手段，啊，应戒得定，啊，定是枢纽，因定开慧，智慧开了，智慧是目的，啊，所以戒定都是开智慧必须要的条件，啊，没有这个条件，你智慧开不了。啊，戒是帮助你得定的，啊，所以也说了三种。啊，今天呢，我们学到第三，忍辱。忍能成就，不能忍就不会成就。啊，不施持戒是修福修慧。富贵能保持要靠忍辱，啊，如果一个脾气发了，定慧就没有了，叫火烧功德林，啊，功德不容易啊，啊，功德没有了，有福德，啊，福德发脾气没有关系，他还有，还是福报决定是有，啊，功德没有了，就定慧没有了。
啊，福报出不了六道，定慧可以超越六道轮回，啊，这个效果完全不相同。啊，那么忍辱，佛给我们讲的也有三种，第一种怨害。冤家债主啊，对我们的伤害要能忍，不能报复啊，所以乃冤害人呐、啊。为若遇怨憎毒害，安然忍耐，无反报心。这很重要啊！这些冤亲债主也不是偶然的，过去生中结的这个缘，还有过去的过去世，无量劫来生生世世惹的麻烦嘛！啊，今天人家这样对我是应该的，应该要承受啊。不能有怨恨心啊！啊，他回报我，侮辱我，陷害我，障碍我，啊，乃至于杀害我，都要感恩。为什么？过去生中我不是这样态度对待他，他不可能对待我。他为什么不对待别人？因果通三世啊！如果你要明白这个道理了，我们深受其害了，不但没有怨恨的心，有感恩的心，我这个账呢，哎，一笔消了，这个很快乐啊！啊，学佛的人都知道自己业障重啊，这些都是替我们消业障的。啊，他发的是真的是嗔恨心呐、啊。啊，但是这个心不善呢，他将来有因果报应啊。啊，我们清楚啊。啊，我们没有怨恨，没有报复。不但感恩，而且我们天天修行给他回向。为什么呢？他将来会到卧道，到卧道里头受的苦轻一点。啊，我们还是有善心善意报答他。啊，不希望他受很多很多痛苦。啊，但是业因果报谁都逃不了，这是定律。啊，那么我们自己的业障就这样消掉的。如果别人以恶毒来对待你，你还有怨恨心，麻烦了，你这个结没法解。啊，没化解是来生的时候遇到你又报复他，再过生又来报，生生世世冤冤相报没完没了。要知道双方都痛苦，何必呢？明了之后呢，一笔勾销了，以后是好朋友了，以后不是冤家是亲家了。啊，这学佛的好处就是把冤家变成亲家。啊，决定没有冤家对头。啊，不管他是什么态度对我，有意无意的，啊，是真的还是冤枉的都没关系。啊，总之一笔勾销。啊，天天用感恩的心。啊，要反省。他对付我，是回报我。啊，我听到了。反省自己有没有这过失，如果有，谢谢他提醒我，改过自新。如果没有，他误会了，他错听了别人的闲话误会了，产生误会啊，那就消我过去世的业障了，好事情，不是坏事情。所以一定要感恩心，决定不可以报复。
这个不能不懂啊，这是人事的。第二个呢是环境的，暗受苦人啊，这环境，环境里面有逆境，你遇到了水灾、火灾，这个刀杖就是战争，叫刀兵劫，这人祸啊，天灾人祸，众苦所逼，天然忍受。啊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众生共业，我有一份。我要没有这一份的话，我不受这个灾难，不受这个苦。啊，有这种灾难，我们遇到了。啊，你们这边年轻人没遇到。过去，中国跟日本的8年抗战，那就是刀杖啊。那个日子难过啊，天天逃难。我们在前面逃，后面日本人在后面追。啊，距离近的时候，炮声、机关枪声音都听得清清楚楚。啊，逃难的时候往大后方逃，你在路上看到的时候，士兵死在路上的，啊，战马，啊，有日本人，有中国人。你看那种凄惨啊，村庄被毁掉，被烧掉，啊，那个8年日子很痛苦啊，啊，那战争要不要报复呢？最好不要报复，希望永久大家和平。啊，战争也是双方都痛苦啊！啊，日本人跟中国打了8年，最后投降，他怎么不哭啊？啊，我这一次，这是第一次到日本去讲解，啊，日本过去去过6次，这第7次，啊，这一次是接受他前首相。鸠山首相的邀请，啊，还有日本佛教会的邀请，啊，单单首相邀请我不敢去，啊，一定要他们的佛教会同意，啊，果然佛教会邀请书也来了，而且非常诚恳，欢迎，还希望我到日本去常住。啊，他们的会长也是老朋友，啊，过去我们很多次见面，今年也83了，小我2岁，啊，所以这个是环境带来的灾难，天灾人祸要忍呐，啊，知道灾难怎么来。啊，这是佛在经典里面讲得很清楚啊！啊，共业什么业造成的？啊，水灾、贪婪造成的。如果这个社会上大家贪多，这个贪心都很重，就感应的水灾。啊，尘秽感应的是火灾。火山爆发，地球上温度上升，都是有尘灰，就发脾气。啊，愚痴所感的是风灾，啊，傲慢所感应的是地震，啊，怀疑那更麻烦了。现在人疑心太重了，自己对自己都不相信。啊，我们去调查调查，问一问，哪个你有没有自信心？他很老实地回答你说：“没有自信心。”
啊，自己对自己都不相信的，他还能信别人吗？对父母不相信，夫妻不相信，父子不相信，在社会上没有一个相信的人。你说这个活得多痛苦啊！这个应对的是什么呢？这个应对是对自己来说，我们身体免疫的能力没有了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很容易接受病菌的传染。你没自信心。啊，对我们居住环境来讲呢，这大地松了。啊，大地松了，不坚固了，就容易沉到下面去。山呢，山松了，就容易倒下来。感应这个灾难，所以你要是完全明了这山河大地种种灾难，它不是自然的，是人为的啊！自然是最美好的，自然是最坚牢的，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啊？这佛不在经上给我们这样分析，我们确实不知道。佛这么一讲，我们细心去揣摩，细心去观察，哎，真的不是假的。啊，那如何能化解这些灾难呢？行，端正心念，灾难就没有了。啊，这个话，我们没有想到美国人说出来的。啊，去年八月有几个科学家在悉尼开会，啊，两天会议讨论两个问题。头一天是讨论最近科学的发现，啊，我们钟茂生居士参加这个会，我们派了八个人参加，啊，这个报告回来提供给我看，我看了报告我很欢喜。啊，科学家在最近的发现跟大乘佛经上讲的是一致的。真难得。啊，我们得到很大的安慰。要照这个进度来发展，我相信20年到30年之后，佛教不是宗教了。佛教是什么？高等科学。啊，佛所说的今天科学全部可以证明，一点都不假了。方东美先生当年介绍给我，佛经哲学是全世界最高的哲学。今天我们发现佛经的科学是世界上最高的科学。不是迷信的，它真能解决问题。第二天所讨论的就是怎样应对明年2012玛雅灾难预言的问题。啊，美国人布莱登他讲了三句话。啊，他说明年银河对齐，这是真的，这是天象，啊，也就是银河的中心，这个黑洞，太阳、地球排成一条直线，啊，应该是几万年才有一次，所以被我们碰上了，啊，科学家对这个事情呢，有两个不同的看法，大概是一半一半，一半人认为明年会有大灾难，另外一半人认为影响是有，不至于很大的灾难。啊，而布莱登讲得很好，希望地球上人类能够觉悟。啊，从现在起，弃恶扬善。改邪归正，端正心念，
不但灾难可以化解，地球会走向更好的未来。这跟佛经上讲的完全一样啊。那根本的一个道理就是境随心转，这个道理非常非常之深。为什么外面境界会跟着心转？我们的身体也是跟着心转啊，心理健康，身体一定健康。心理有问题，有这些贪嗔痴慢疑，你身体决定不健康，用什么补品都没有，都收不到效果。啊，身体是心理最贴近的一层啊，感应是最快的啊。你明白这个道理，人得病的时候需不需要治疗？就不需要，只要你心理完全恢复到健康，生理的病自然会好啊。实际上中医懂得这个道理啊，人生病靠医药来治疗，医药的效果只有三分，心理占七分啊。所以老的中医大夫没有不劝人端正心念啊，心念一端正，哦，真是药到病除啊。所以药物是辅助，这个我们不能不懂啊。这是第二种啊，应当要忍啊，一切都要忍受啊。我们老祖宗告诉我们，行有不得的，反求诸己。这个道理深呐！啊，所有一切问题都不在外面，都在自己内心。啊，找外面发生问题的因，从内心去找；找解决这一些问题的方法，也从内心去找。啊，不向外面寻找啊！那么今天的科学，它不是从内心找。是从外面找，从外面找的。我们现在的科学也有300多年了，演变到今天的时候，科学也走向了顶峰了。啊，再没法子提，往向上提升。啊，再向上提升，那就属于心理了，不是物理了。啊，心理能解决问题，物理不能解决问题。啊，在今天科学遭遇到最大的困难。啊，因为佛法讲，先有精神，后有物质。这物质从哪里？物质从念头来的。佛说了，一切法从心想生，物质是从心想生。所以心想能改变物质，物质不能改变心想啊。那么这是佛3000年说的话啊。这30几年前德国的科学家普朗克啊，他是爱因斯坦的老师，一生研究原子、量子力学啊，他发现了，在他的论文报告里面说，根据他一生的研究，这个世界根本就没有物质这个东西。但物质是什么呢？物质是意念的累积产生的幻想。那这跟佛讲的完全相同啊。那可是意念从哪里来的呢？他说无中生有。这个话我们听了会懂。啊，无中怎么会生有？
啊，这个问题他们没解决，那佛法有，佛法上从自性生的，自性确实是佛，因为自性没有现象，啊，科学跟哲学都没办法，啊，自性不是物质，也不是精神，也不是自然现象，所以科学跟哲学的人，他要有对象才能研究，他没有对象啊。啊，所以称为无中生有啊，也很难得了。他说出这句话了。啊，他为什么见不到这个真相呢？因为他有分别，有执着，他有起心动念。啊，那这个《大乘经》上佛讲的很清楚。你用思维思考的这个心，这是第六意识。你用这个心，这个心的能力非常非常大。对外呢，能圆到虚空法界；对内呀，能圆到阿赖耶。这是他的极限，他就见不到真心。换一句话说，是阿赖耶变现的东西，第六意识都能圆得到。啊，你看，这是佛说的，现在科学家做到了。啊，他真的发现到阿赖耶的三细相，像普朗克这些人，啊，他发现物质，啊，是今生累积的现象，啊，阿赖耶的三细相，第一个是业相，业相是波动，它动了，波动的现象，这是自然现象，从自然现象产生了念头。啊，佛法里面叫转向，科学家讲信息，啊，他讲信息场，那信息场是什么？信息场就是阿赖耶的见分，阿赖耶的转向，现在科学叫信息场，啊，从信息场里面产生物质现象。啊，但他速度太快了，快到什么程度？弥勒菩萨说出来，科学家说极快速的程度，他数字都说不出来。啊，弥勒菩萨数字一秒钟。啊，他这个频率波动现象多少次呢？1600兆。换一句话说，他这个波动的速度，啊，是。1600兆分之1秒，这是它一次的波动，一秒钟它波动的是1600兆，啊，这科学家没说出来，佛经上有，这样快速的波动，那个一念，啊，那叫一念，我们无法想象，这一念当中呢，阿赖耶的业相。转向境界相同时完成，啊，确实有次第，但是你没有办法看到它先后，啊，它真的是有次第，啊，那么佛在经上说，谁知道谁看到呢？八地菩萨，我们这个后面会讲到十地，啊，八地菩萨的定功。他看到这个现象，你说那个心多定啊，多静啊，这样微细的东西他看到了。啊，八地、九地、十地、等觉、妙觉，这五个位次上都看见。啊，所以佛菩萨就是高级菩萨所看到的，今天科学家用科学、用数学。用科学的理论技术发现到看到啊，不出释迦牟尼佛预料之外呀，你只能看到这里，再往深处你不行了，再往深处怎么样呢？为正方知，你把这个放下，你就看到了啊。
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你马上就看到了。所以科学家把这个意念的时候一明了清楚之后，念头一放下，他就成佛了。这个看到就叫成佛了。所以你本来是佛啊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科学家是众生，他也是佛啊。所以这个呢叫这第三个地察法人啊，你了解这一切法的真相，你都要有忍辱的功夫啊。你要不能忍，你就有科学家了说啊，他在实验室里头很辛苦啊，日夜不休息，他要不能忍，他做不出来啊。啊，那佛法里面持戒要忍，修定要忍，啊，智慧才能现前，没有人不能成就啊。啊，所以这个地察法人为地神诸法。体性虚幻而本无生灭，安然认可。这个第三种人专门用现在的话是做学问啊，做学问没有耐心你怎么能成就？如果我们遵从老祖宗的方法，一门深入，十年专修啊，十年专攻一门啊，目的在哪呢？目的求大彻大悟。大彻大悟是智慧，从哪来？从定来的。你没有定，怎么会有智慧？定从哪里来的？定有一定的方法，古圣先贤走过的路，他们提供我们的经验方法啊，你依照这种方法去做，你就会得定啊，你就能开智慧啊。中国老祖宗教给我们求学五桩事情：博学、审问、慎思、明辨，后头还有读行啊。如果没有行，后面那个读行呢，就是佛法讲的行证啊。从博学到明辨，完全是解门。佛家讲信解行证，完全是解门啊。但是佛前面有信啊，清凉判华严，信解行证啊，如在解讲的详细。你看，博学、审问、慎思、明辨，都是解。啊，那能不能成圣成贤呢？关键在信。所以华严跟大智度论上说，信为道源功德母啊，能生一切诸善根啊。我们去研究，但是前面打个问号，怀疑，对他并不相信。这是什么？这是科学。今天科学跟中国圣贤学问不同的地方就在此地。啊，中国古人对圣贤人没有不尊敬，所以他信去足了。啊，现在人没有信心。啊，总是对你来打个问题，我要来把它证明，然后我再相信。啊，不能用这些科学方法证明的，我不相信。所以他前面第一个概念他是怀疑。
啊，如跟佛，如是道，都是把心摆在第一，头一个就是心，没有条件的。你要真心，你将来成就多大小，完全在你信心的成分。你有十分的诚信，你就有十分的收获；你有百分的诚敬呢，你就有一百分的收获。你打个问号在前面的时候，你没有收获。你所学的都是常识，用现在的话说，全是知识，不是智慧。啊，今天世界会变成这个样子，原因在此地，我们晓得。啊，但是学科学的人他不相信。啊，所以我确实有意思，找这个英国麦达维教授，好好的坐下来研究研究这个问题。啊，你说第一个是打个问号好，还是信心好？啊，当然他们怀疑，你不了解他，你就信他。如果他是错误的，那你就不永远走错路了。啊，这个疑问也很合乎逻辑啊。啊，但是我们凭什么信他？他已经做了几千年了，没出问题啊。几千年可能不止啊，因为中国有文字记载才4500年呢。啊，难道4500年之前文字没有发明，那些人就没做吗？那些人就没智慧吗？我们这样想也不合乎逻辑啊。印度婆罗门教，他们传说有13000年历史。啊，他们有文字记载，他不重视历史。世代相传，我们相信他。啊，我们中国这些古圣先贤会比他们差吗？如果比他们差，中国在佛教没有到中国来之前，中国这个传统文化已经那样辉煌灿烂了，那不是一朝一夕成就的。我相信那是10000年的累积。啊，换句话说，中国传统文化绝不在婆罗门之下。没有这样长的时间累积的时候，怎么形成那种坚定灿烂的文化？啊，所以这个信就有凭据了。啊，世世代代相传，没出过乱子，这就可以相信。啊，信什么呢？信古人，孔子所说的。信而好古，述而不作。你看孔子那个信心，我们今天讲啊，千万分的沉浸啊，所以他有千万分的成就。道理在此地啊，我们对古人怀疑错了。啊，对经人实验室里面东西说，哎，有信心。啊，是可以相信。那么你的实验有错误。啊，科学家
能以多有几个布朗克这种精神，那就好了。人家真是打破砂锅问到底呀、啊，他去找物质，物质到底是怎么回事情，把物质的根源找出来了。啊，原来是假象。那么今天科学完全是以物质为基础，那物质是个假象的事，你的结果肯定就有问题。啊，那么中国古人的时候，他不是以物质为，他以精神。啊，而物质是精神变现出来的，这就比你高一层了。啊，可是真正东西还不是这个。佛法里面讲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，把精神也包括在其中，不但精神，连自然现象都包括在。假的不是真的啊！什么是真的？真如是真的，本性是真的，这个东西看不见，六根接触不到啊！眼耳鼻舌身能接触物质现象，意识能接触到心理现象啊，自然现象，那自信，这学里面讲的本体啊。它不是物质现象，不是精神现象，也不是自然现象，你就没法子了。啊，所以佛教给我们必须放下起心动念、分别执着，自然就解脱了。它在哪里？就在现前。啊，一切时、一切处，它无所不在，而且。我们所有这三种现象都是从它那里变现出来的，啊，自然现象、精神现象、物质现象，全从它变现出来的。慧能大师见性的时候说得好，第三句：“何其自性本自具足，妙极了！”啊，它什么都不是，什么现象都没有，它里头有圆满的智慧，圆满的德能。圆满的相好，他什么都不缺啊！今天科学家讲的是能量、信息、物质，他通通去做啊！他能现，能生能现，阿赖耶能变，阿赖耶是我们的念头，他能变，我们的念头善，一都都变成善。我们念头不善，全都变成不善，跟着我们念头变啊！所以我们的念头，像中国老祖宗所说的啊，念头里头仁义礼智信，那这个世界就跟极乐世界一样啊，社会是安稳的，是和谐的啊，每个人都存心起心动念，人是什么？爱人。啊，你看这个人是两个人呢，二人呢，啊，想到自己就想到别人，想到别人就想到自己，自他是一，不是二，是仁者爱人呐，爱人怎么会害人呢？哪有这种道理？啊，义是讲理，我们一般讲是。或情或理或法，这叫义，比法好啊！法里头如果说没有情，没有理，这个法就很可怕了。啊，中国法里头有情有理，啊，情理法是一，一二三，三二一，这叫义。这个好啊！啊，智是理智，
不是感情用事。啊，日常生活待人接物，用理智，不用感情。感情是烦恼。啊，理非常重要。理是人与外界接触，对人、对事、对物，要有节度，不能过分，也不能不及。所以理叫理节，它有节制。我们生活才能得到安稳。莫和有个信，决定讲信用，首先。啊，中国古人很多交易没有文字的，不需要契约，那守信呢？啊，欠钱一定还债，啊，借钱给那个人甚至于忘掉了，啊，还债送来告诉他什么时候借你的，他自己都不知道。没有文字记载，不需要啊！啊，你看古时候的人，啊，你有困难的时候，我就帮助你。啊，你要借借给你，你还很好，不还也好，不计较啊！啊，你有能力就还，没有能力就不必还。啊，你个社会多和谐。啊，如果我们能把这五个字做到了，你自己身心健康，你家庭美满幸福，社会和谐，天下太平，啊，这五个字就行了，就可以做到了。啊，佛法里面讲的是善业道。啊，在古时候，人人做，家家做，啊，所以这个社会几千年来长治久安了。完全得力于教育，而教育的最重要是家庭教育。啊，现在家庭教育没有了，啊，社会的动乱无法收拾。啊，今天我们想的时候，只有一个方法，看看有没有效果，可以做个实验，那就用卫星电视，用网际网络来教伦理、道德、因果跟宗教教育。啊，如果这个社会普遍来推行，我们相信肯定能收到很好效果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人性本善，这个一定要承认。人是有良心的，只是没有人教他，他变坏了。啊，所谓的是性相近，习相远呐。啊，心是善的，本善；习是不善。啊，教育的目的不是别的，如何从不善的习性回归到本性本善，这教育成功了。啊，中国古圣先贤教育以这个为宗旨。读书志在圣贤，不是在升官发财。啊，与那个不相干。你想这个社会，人人都是圣贤，那不就是极乐世界了吗？啊，所以今天你要问社会为什么变成这样子，地球为什么变成这样子？总而言之一句话，教育出了问题，不是别的。
其他都没问题，教育出了问题啊！啊，只要把教育搞好，问题全解决了。啊，那么佛法教育，佛立定的是戒定慧三学，从这下手，这叫小乘法。啊，守规矩，头一个要守规矩。啊，佛教一般人，啊，初学的弟子，必须要坚守四中戒。这四中戒不是普通戒律，特别的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安定社会。啊，出家人两条：不做过贼，不帮过主。啊，这个意思是，决定不要干涉政治。啊，好好的修复。啊，不做国贼，决定不能做伤害国家民族、伤害社会大众的事情，决定不能做。这头一条啊，国主是什么呢？从国家领导人到地方领导人，啊，我们今天讲讲主管的官员，啊，一个县市的县市长，一个村长的村长，哎，这个都是什么？领导人，各个阶层的领导人，他有过失不能说，为什么？自然有国家法律去支持他。啊，我们不可以随便去宣扬，随便去批评，不可以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是领导人，你一批评他，说他不是不善，人民听到之后对他丧失信心。社会会动乱，这个责任谁负？这个理论的依据就是弃恶扬善，那是布莱登讲的。啊，我们中国祖宗讲引恶扬善，有个意思啊。那别人有过失别批评了，批评是你自己造业。你把这个事情放在心上，你的心不善了；你在口里说出来，你口不善了。啊，这错误的。啊，所以出家的时候，这两条要重视。啊，在家当然也要学。在家他还有两条：不漏国税，不犯国制。国制就是国家的法律，要遵从法律，决定不能犯法。啊，佛教在中国历史上，诸位晓得有三无灭法。啊，皇上下命令要消灭佛法，佛门接受啊，没有反抗啊，完全服从啊。啊，这个皇上死了，下一个皇帝出来了，马上就会把佛教兴起来。为什么呢？佛教徒真是好公民啊，真听话了。那这种国民不要的话，你要什么人？啊，所以做出了榜样给大家看。啊，学佛的人是这个国家这个族群的最好的公民。啊，那么学佛不守戒律还要犯法。这个在佛法里是无比的罪孽，那个重得不得了啊！为什么呢？破坏佛教形象啊！戒经你们去查一查，破坏佛教形象，国报是阿鼻地狱啊！因为形象破坏，让很多人不相信佛法，断众生的慧命。你要负这个责任啊！这个因的果就是无间地狱，很可怕
这大家不晓得。啊，佛弟子要受法。啊，国家定无定的法，你别去问他，你去遵守就好了。啊，佛教给我们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。啊，境界就是磨练自己，就是自己修行道场，看你能不能忍。啊，你不能忍，你的烦恼就发作了；你忍能忍，烦恼就变成智慧了。戒定慧，慧开了之后就是菩萨了。慧没有开，在佛法称比丘；慧开了之后就是菩萨。那么菩萨从慧里面有三种，叫闻慧、思慧、修慧。所以闻思修三慧从哪来的？是从戒定慧的慧得来的。如果没有戒定慧，哪来的闻思修？啊，闻思修是高级佛法了。啊，闻是接触。啊，耳闻是耳的接触，眼见是眼的接触。啊，所以这个闻呢，它的真正意思是接触，一接触就明了啊，明了就叫慧呀。一接触它就不迷呀，从不迷讲就是思慧，从明了讲呢，就是修这个修慧，叫闻思修嘛。啊，思是明了，修是迷破掉了。啊，破迷是修慧，开悟是思慧，闻是接触。所以闻思修三慧跟戒定慧不一样，戒定慧是有阶段的，一个阶段一个阶段。闻思修是一念完成，他是一二三三而已，这是菩萨了。啊，菩萨修三慧也，没有开悟之前呢，修的是三修啊。啊，这都必须要搞清楚。所以，都是以得忍，他才能圆满所需。你要不能够忍耐啊，你比如现在我们的休息啊，每天要读经几个小时啊，我现在每天读经差不多四个小时啊，只要耐心啊，没耐心不行啊，要避免干扰啊。啊，每一天跟大家分享也是四个小时，这个生活非常快乐啊，圆满成就功德，让我们想起释迦牟尼佛给我们介绍极乐世界，介绍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在过去也是我们一样的人身份呢，啊，出家修道，发四十八愿，啊，通过五劫这么长的时间修行，修什么？四十八愿，每一愿都落实，要做到才行啊！啊，所以这个功德成就了极乐世界的道场啊，它有理论根据，它不是胡造谣言
啊，这个理论就是佛在大乘经上常讲的一切法从心想生。啊，极乐世界没有人设计，也没有人建造，啊，自然成就的。像我们这个地球，我们的太阳系，也没有人设计，也没有人施工，也没有人建造，怎么来的呢？从心想生，众生的共业。啊，这个你要搞清楚，非常有味道啊！啊，不可思议！啊，凡是我们想象，啊，我们打妄想，我们怎么设计，我们怎样施工来建造的时候，那都是临时的，啊，那都是无常的，不长久的。啊，只有从清净心。智慧心，那个里面生出来的，这个成就的这些现象呢，像极乐世界、华藏世界，永恒不变。啊，一真庄严。啊，所以这个里头提示的虽然几句话，它非常重要。啊，你看，地神诸法。地是认真，真实，神是审查，跟老祖宗教给我们博学审问是一个意思。啊，这地神两个字就包括了博学审问深思明辨。啊，一切诸法体性虚幻。啊，体性是真心。真心前面讲过了，三种现象都没有啊，但是它能生这三种现象，生出三种现象是虚幻的，不是真的啊。《大般若经》上告诉我们，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不可得啊。释迦牟尼佛讲这桩事情讲了22年了，佛说法49年了，差不多是一半时间讲这个啊。这是什么？这是宇宙万法的真相啊！通通明了之后，你可以受用它，你不能执着它啊，也就可以，你可以享受它，你不能占有它。啊，贴近的，我们不要说为我们的身体，我身体我可以享受它，我不能占有，我占有不了。为什么？它一天比一天，它起变化嘛，你怎么能控制呢？不能控制，不能占有，你可以用它。啊，不要有占有的心，不要有控制的心，有占有的心，有控制的心，这是病毒，会给它带来疾病。没有这个占有，没有控，没有这个控制，这是一个健康的心，身心健康。啊，你用清净心对待这个身体啊，用平等心对待身体啊，啊，用觉悟的心啊，它自然就健康啊。啊，其实道理我们要懂，懂了之后要会用。就用在日常生活当中啊，这真正叫保健呐，卫生保健呐啊，这个里头有真落啊，世间人落是假的，不是真的啊，他的世间人落是刺激。啊，真正做功夫的人，啊，修学的人，他的落处是什么？他落处是明了，
对于事实真相完全明了。啊，我们讲的很现实，个人的身心健康，家庭的和睦相处，啊，每个人前因后果全懂全明白，你怎么会有差错呢？啊，社会的和谐安定，啊，世界的太平，啊，这个都美好了。啊，第三，忍辱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啊，我们看第四，第四是精进。精进的也有三种，啊，第一叫披甲精进，这是比喻，啊，古时候战争的时候，士兵披上铠甲，保护身体，啊，叫披甲，冲锋陷阵，现在战争也是如此。你看坦克车那披甲了打前锋。啊，可是现在的战争不一样了。大大的改变了。不需要军队了。啊，现在用飞弹用生化。不需要用人了。就能够把一个城市毁灭。就能够把几百个人埋葬掉，那我们要问，这种战争会不会发生？战争发展到这种境界的时候，天理难容啊。你不相信有老天，真有。老天不答应了。啊，那会变成什么现象呢？如果你有这个能力，发动这个战争，把人家国家几个小时就全部毁灭了。大概你的行动还没有进行，你自己先毁灭了。为什么报应？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你消灭这个城市，这城市的人真有这么大罪吗？这国家这该毁灭吗？如果他没有这么大的罪，你毁灭他，那我们可以就不相信天理了。啊，不过现在人是不相信，不相信有神，但是神还在，神还在照顾人。你不相信他，他还照顾你。啊，他还在这里看着。啊，所以这个大杀伤力的武器是天理不容。你要搞这个东西，啊，你还没有用它的时候，你的灾难就来了。啊，什么灾难？地震、火山爆发、海啸。啊，如果这三个一起来，那这个地区就会毁灭掉了。啊，那非常可怕了。啊，菩萨修行，精进波罗蜜，为
其大誓愿心，修诸圣贤。这勇猛精进是去比喻，不畏艰难，不畏有困苦，前面能忍，你才有进步，才能向前推进。你不能忍，你就退堕了，堕落了。啊，你能够忍，你才能前进，你才会有成就。啊，这是忍辱，真说啊，没有畏惧啊，勇猛向前呐、啊！啊，你行的是正道啊！啊，你怕什么？啊，不是为自己啊，两个目的，为苦难众生，为正法救助。中国传统文化是正法了，这个世间很多宗教里头也是正法，但是在今天社会里头啊，邪教有，不能说没有，它不是正法。我们要有智慧能够辨别哪是正哪是邪啊，什么叫邪呢？自私自利是邪。啊，什么是正？大公无私。啊，为帮助社会和谐，为帮助众生利苦得乐，这就是正法。啊，所以辨别邪正是智慧呀。啊，但是在今天社会上，有这种智慧的人越来越少了，啊，很多人没有这个智慧，没有智慧，服从邪法，来毁灭正法，在障碍正法，啊，这个有，啊，但是我们相信，佛说过，祖宗说过，邪不胜正。啊，正法你就守住，有障碍的时候守住。啊，确实邪不胜正。啊，邪怎么样呢？会被人拆穿，经不起时间的考验。啊，佛为什么是正法？已经经过3000年的考验。啊，儒为什么是正法？至少有5000年的考验，啊，道也有2500年的考验，啊，历史的检验呢，证明啊，它是正法，啊，佛法依照中国历史所记载的。释迦牟尼佛灭度到今年是3038年，老一代的佛门弟子都用这个纪念。啊，你看释迦牟尼佛圣诞，我们做普佛纪念，啊，那个赞佛记里面都说到啊，佛出生在周昭王24年甲寅，啊，释迦牟尼佛属老虎的，啊，灭度在周穆王53年，啊，照这个记载的话呢，那就到今年的时候是3038年。啊，所以我们中国人常讲啊，这经典3000年前讲的。啊，3000年之后
被近代的科学家来证明。啊，是这个，这是真的，这不是假的。啊，所以我们头一个要相信，不能有怀疑。啊，但是科学的精神头一个是怀疑，所以科学就很难见到真心，这个没办法，就最后的问题都不能解决。啊，因为佛告诉我们，唯正方知，怎么正？放下起心动念分别之处，那连一也放下了。这不起心不动念，你就是真的，就在你面前。啊，你不必到任何地方找。为什么？一切法的本体就是自性。所以佛说，大乘经上说，心外无法，法外无心。啊，心跟法已经交融成一体了。啊，心在哪里？在法里头。法在哪里？在心里头。啊，只要你不起心不动念，你就见到了。啊，所以要记住，化身菩萨永远不会起心动念。那我们中国佛教所说的大彻大悟、明心见性，啊，像慧能这样的人，永远不起心动念。啊，那么像慧能这种人在中国有多少呢？佛教传到中国正是汉明帝派特使去请到中国来，是永平十年，明帝永平十年，公元67年，啊，今年公元是2011年，啊，要到2067年，就整整2000年，啊，那么这就将近2000年了，在中国真正有成就的。啊，我们可以这样说，是圆满的成就，就是明心见性。啊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有多少人呢？我们最保守的估计，3000人以上，很了不起啊，还不到2000年呢，3000多人成佛了。啊，慧能是特殊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他是顿舍、顿悟、顿证。啊，其他的人呢，不，没有这么大的速度。有人修了2-3年就开悟了，有人5-6年开悟，啊，有人7-8年开悟，有人10几20年开悟，还有30、40年开悟的。啊，但是开悟之后啊，境界完全相同。啊，真的是没有差别，跟释迦牟尼佛一样。这专讲禅宗的。那禅宗以外的教下，大开圆觉的，跟禅宗境界相等。啊，念佛净土宗的理一心不乱。啊，这都是境界平等的。那这样一合起来，人多了，如果通通合起来，宗门教下全部合起来的话，我们最保守的估计啊，也不会少过10000人。啊，如果连净土宗只要是往生，届时阿惟越智菩萨
那这个人数的时候，我们相信决定不止10万人。啊，这是2000年来真正往生成、往生到极乐世界就是成佛，这个法门殊胜呐，别的法门难修啊，净宗容易啊。啊，李老师在台中创办莲社，啊，他在台中住了38年。啊，台中莲社莲友往生的，他老人家自己说的，10000个人当中，大概有3、5个。啊，我们就算5个吧，10000人当中5个吧，莲社莲友超过50万。啊，他老人家走的时候就已经超过50万了。10000人当中5个，10万人当中50，估计大概也差不多有500人了，非常可观了，这真正成就的。啊，那么种善根的人就太多太多了。啊，他这个教化的时候说种善根的，那在台湾我们相信的时候肯定超过台湾人口的半数。啊，我们统统搞清楚搞明白了精进波罗蜜，你才真正肯修，啊，真正帮助你提升境界，啊，精进第二种摄善境界，啊，佛虽然没有说，但是它是善法，我们就要认真努力去做，为修方便行，进去无上菩提，啊，它的方向目标正确的，是向无上菩提。啊，方法虽然佛没说也行，啊，只要方向对了，目标对了，佛的教学开放的，不是叫你死守在戒律上，不是的。啊，佛确确实实是民主、自由、开放，啊，虽然管得很严，他的精神是开放的。啊，你怎么有能力辨别正妄是非邪正，管得很严，有能力辨别就慢慢就开放啊，那我们今天修净土，净土的方向目标啊是非常明显啊，方向西方极乐世界啊，目标呢是亲近阿弥陀佛。我到极乐世界干什么？是亲近这个老师，跟他学习啊。啊，这一部《无量寿经》就是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专门介绍极乐世界，介绍阿弥陀佛。我们从这部经典上认识了极乐世界，认识了释迦这个阿弥陀佛。啊，我们对老师如果不认识、不清楚，你怎么学他？啊，我初学佛26岁。刚刚接触啊，认识张家大师啊，我跟大师非常有缘分
啊，他老人家就叫我去读释迦谱、释迦方志。他说你要学佛，必须认识释迦牟尼佛。你对他不了解、不认识，你会走错路啊！啊，你了解他、认识他，你就不会走冤枉路。这讲的很有道理啊，那时候这书没，两本书没有啊，在大藏经里有，我们到大藏经去抄，好在分量不多。啊，多了这个之后才晓得，释迦牟尼佛是人，不是神，也不是仙。啊，年轻是非常好学的一个知识分子，用现在的话来说，啊，好学啊，啊，19岁离开家庭，出去，现在讲去留学。啊，印度在那个时候是宗教之国、哲学之国，啊，学术思想非常发达。啊，他每一个学派都学过，每一个宗教也去学过。印度修学个特色，不管是宗教是学术，都重视禅定，这是中国人没有的。啊，没有不修禅定的。佛门里面的四禅八定是从婆罗门教学来的。啊，禅定这个境界当中，时间空间没有了。所以在禅定当中能看到过去，能看到未来。啊，他这是世间禅定。啊，所以他最高能够看到28层天。往下他能看到5间地狱，就是6道里面的情形，他就通通能看得到，能看到，能听到，能接触到。啊，每一个修这禅定人都能够看到，所以这种禅定在印度很普遍。啊，对于6道轮回里面的状况，印度人比谁都清楚。啊，可是释迦牟尼佛并没有说到此为止。啊，他还想知道，知道什么？6道从哪里来的？为什么会有6道？6道之外还有没有世界？啊，那这个问题呢？当时学术不能解答。宗教也不能解答。啊，宗教界里面把4空天就认为是般涅槃的境界，这是个误会。啊，因为4空天是灵界，它不要身体了。啊，我们中国老子有这个想法。老子说：“吾有大患。”为吾有身，他说我最大的忧患是什么？我有个身体，他没身体多好啊！这个思想就是无色界天啊，所以无色界在天呢，是6道里的这高级凡夫，他连身体都不要啊，但是他没觉悟啊，误会了，把4空天当作大半年。啊，没有再提升了，啊，那释迦牟尼佛再向上提升，啊，所以学了12年，啊，有学的地方全都到过了，啊，这才在菩提树下，啊，佛经里面记载，毗波罗树，他在这个树下，把12年所学的统统放下。这入更深的禅定，问题解决了。啊，3个问，这个答案都显现了。
这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啊，这见性成佛啊，成佛成就究竟圆满的智慧，我们中国人家得到，就这个意思啊。这一开悟之后，他就开始教学，30岁开始教学，79岁过世，教学49年了。经典上记载的时候，我们没有看到他有一天放假，没有，天天为大家上课，天天为大家解决疑难啊，记载下来成为经典啊，我们这才完全明了释迦牟尼佛在世是什么样的人，教育家了。我们今天讲多元文化社会教育家啊，他自己什么身份？多元文化社会教育的义务工作者，那他不收学费呀，自己生活很简单，三衣一钵，日中一食，树下一宿，一生过这样的生活啊。最后走的时候是在树林，不是在房间里。啊，一生从事于教学啊！啊，我们称他为老师，这是决定正确的。啊，佛弟子称释迦牟尼佛为本师，根本的老师。啊，佛陀教育创始的老师，他是这么身份的。他跟宗教风马牛不相干呢。啊，今天把它变成迷信，变成宗教，这个罪多重啊！这是救你的人呐、啊，你怎么用这种心态看他了？啊，他能救社会，真能解决问题。啊，我这次到日本去讲经，也是日本遭遇这个大灾难，啊，311的这个大地震，啊。最严重的核辐射啊，他们还有一点信心，他们想讲经能够对灾难化解有一点帮助啊。我去了，有没有帮助呢？肯定有帮助啊。为什么？人明白道理之后，心念头一转，灾难就降临，一定要断恶修善，要改邪归正啊，要端正心念啊。我告诉大家，我说今天能够救日本的就一个人，他们问我是谁，天皇。为什么？救你的人必须要你们的人民对他有极端的尊敬，那个人说话你们会听，你们就得救啊。我叫你们断恶修善，你们半信半疑，如果天皇叫你们断恶修善，你们就真干了啊。所以他要有威望啊，要得到人民的这个信赖啊，他就信啊。所以我劝他们，日本要放弃，永远放弃军国主义，永远放弃用战争为手段啊对待这个其他国家，不以战争为手段，要把这个传统文化发扬光大。日本的传统文化全是中国的，日本本身没有啊，所以我很喜欢日本。为什么呢？到日本去就像回到唐朝以前的老中国。
你看他们的衣食住行，全都是老样子，没改变呐。日本榻榻米这个，那是中国东西，中国这个春秋战国时代的呀，他们学去之后就没有改变。所以日本这个保守的精神，我们很佩服。中国都没有了，到日本全都看到了。他们穿的服装。你在服装店去买，看看招牌什么，吴服店。那吴是哪里呀？江苏。你看吴越的时候，吴国就是江苏，越国是浙江。他们的服装就是那个时候吴国的服装，学去之后一直到现在还穿着。穿这个墨迹全都是中国的。这个墨迹的时候，我小的时候住在家乡农村，下雨天就穿墨迹啊，没有雨鞋。墨迹的样子跟日本样子是完全相同，不过就是他用两条带子固定的，我们是用是这个也两根带子绑在鞋上。这下雨天出去的时候，这像没有雨鞋就用墨迹。所以到日本去看，看到古老的中国。人民好啊，乡下的老百姓非常厚道，人情味很重。非常难得。所以他们要搞一个试验田，像我们汤池的试验田会做得比我们更成功。他这个底子太好了。我鼓励鸠山首相来做。我讲经这个地方就是他的老家。跟他老家那个房子我们开车20分钟。我说就在你老家做。你干这种事情比干首相高，比做首相有意义。很难的。那么精进呢，这个是第三个，是利要有利要精进，为劝化众生行修于道。这个就是一定要想到众生太苦了，苦从哪来的？从迷来的。怎样叫众生离苦得乐？你让众生觉悟了，他就乐了，他就离苦得乐。所以释迦牟尼佛帮助一切苦难众生离苦得乐，用的手段就是破迷开悟。因为离苦得乐是果，破迷开悟是因呐，你在因上去做。所以他老人家一生教学，一生就是帮助众生破迷开悟，然后自然离苦得乐了。这个里头你看看，才不是内才啊，用自己的身体智慧劳力内才法布施无畏布施，通通是以最精进的这个方式表演给我们看，做出最好的榜样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